大家好，我是建华汽车的吴博彦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台2018年 Lexus 的 IS300， 网络售价是115万。现在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。这台车配有 LED 日行灯、米其林17寸的轮胎，以及后照镜的盲点侦测，还有触控握把。那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后车厢空间。这台车后车厢空间蛮大的，又挺深的，还有附原厂的防水垫。原厂附的备胎以及工具那些都还备齐全。这辆车目前它的里程是跑56542公里。它的方向盘有方向盘换挡快拨键，以及前车雷达，还有车辆偏移系统。还有定速。这台车它有一键启动系统，还有它的车辆萤幕，它原厂该有的功能它都还有。它还有附倒车显影，也这功能都是正常的。这边还有一颗精美的时钟，它的双区恒温空调系统，它的温度是用触控式的。然后往下看，它这边还有电热座椅，冬天的时候也不怕太冷。这边还可以调车辆的模式，可以由 ECU 转 Sport。这台车所搭配的是涡轮增压的 2000cc 引擎，有配直列四缸，它的马力是245匹马力。它基本在市区的油耗都非常的省油。今天介绍的是这台2018年 Lexus IS300， 目前网络售价是115万。喜欢这台车的，欢迎来建华汽车找我。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你。实在就是 SUM。